可以反复来访，可以可以建一个觉得状态最好的。对对。从一开始慢慢的沟通和不断的了解当中，我对整个上汽奥迪品牌的理念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，知道了上汽奥迪是一个新生的、有生命力的、一直在不断进取的品牌，就像我们这一次拍摄的主题“进取新生”一样。我认为是进取新生的能量感，永远保持炙热，坚持下去，让每一步都更加的坚定。而新生的上汽奥迪，他们关注真正的进取者，寻找始终充满年轻朝气蓬勃之力，忠于自我觉醒，持续新生的同行伙伴。所以我觉得更想给大家表达的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上汽奥迪，也是一个与未来共创的上汽奥迪。Q5 e-tron 在片中像是一个，就像是一个避风港。人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无常，我们只有去面对，才会有新生。29岁的生日是跑步，30岁的生日是上坡。路上看见了什么？生活是一边走着，一边看不同的风景，然后一路感受着。不同的路可以让我们到达不同的地方，不需要局限你自己。方向盘在自己手上，最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开车带着爸妈去他们没有看过的远方看一看。其实人生有很多选择，忠于自己的内心往前走就行了。进取是一种态度，敢于面对未来也是一种勇气。